机飞过都会商业区，摩天大楼林立，绝美夜色仿佛置身纽约曼哈顿，但这里其实是台中七期。台中也有许多特色建筑，特别是在台中七期廊带，各式的120米以上造型摩登大楼，密度为全台之冠。盘点台中七期高楼，连聚中庸大厦39层192公尺，目前是台中第一高楼。旁边的丰益市政核心38层169.5公尺是台中第三高楼，还有国家商贸中心35层165.6公尺位列第六高。当初就是规划，就是用心市政用地，所以这种土地都可以把建蔽容积拉到最高这样子。除了从化区寸土寸金，只好不断涨高求取利润。摩天大楼外形越高就越吸。基金深受企业喜爱，于是越盖越多。根据维基百科统计，超过120公尺以上的超高楼，台北市有35栋，新北市则有47栋，台中市则有53栋，密度全台居冠，堪称高楼霸主。其中又以七期数量最多，因为土地现在逐渐的变高，那所以很多建商他们就会买建蔽容积比较高的土地来做摩天大楼。虽然高楼密度居冠，但台中目前最高楼并未超过200公尺。但台中商银正在新建中的新总部大楼“台中之钻”完工后，将会成为台中首座高度到达225公尺的摩天大楼，刷新台中天际线。三立新闻邱让孙宇丽台中报道。